小韩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像我这种人，当权一定是个昏君，你就不一样了。你心怀天下，你是救世主啊。为什么非要我做皇帝呢？我若登基，你准备如何自处？你若登基，你登基之后，随便在后宫给我个位分就好了。云芝溪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真的只是想待在你身边，比珍珠还珍。净说些胡话，真是替他担心啊。诸位成功，可还有什么异议吗？皇上驾到！朕有异议。哎，皇上怎么来了？皇上，您今日怎么有时间来上朝了？对呀，不是病重吗？怎么还上朝来了？朕就是过来看看朕的萧爱卿。臣认为，梁国数次挑衅，应该给他们一次教训。臣以为梁国此次是带着诚意来求和的。皇叔，朕的萧爱卿话还没说完呢。